挺新兵，请看《新兵进行曲》。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的，还有嘉玲 ，Hello， 还有我们的道远，以及我们的统统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袁浩登，美丽的袁浩，美丽的张英杰，以及我们的艾特。耍什么帅？耍什么帅？是的，哇，两边的来宾，嘉玲来了四次嘛，真的第四次，唱的真的很好，真的，唱的。因为他是姓蔡的。哎呀，跟我跟你没关系。喂，姓蔡哦，来了四次的。对，今天我真的没有跟那个爱神同组是对的，真的，我觉得算算。给你啊！没有。嘉玲是说他没有跟爱成同队，所以胜算很大。对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开场的时候说：“哦，好险，今天又没有跟爱成同组，那么我来的四次，一次都没赢过。”嘉玲，你跟我们胖胖同队还有彤彤，我觉得胜算也不大。不一定哦，彤彤通常唱歌都唱那几首而已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有练习。我对他有信心。哦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今天有两个选秀出来的，选秀两个选秀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边呢有卧虎藏龙。今天刚刚仲英姐在那边彩排的时候，是哦，在那边哇，几个 key 怎么弄？你是有点失球，你长得好心虚。感觉是唱过 pub 餐厅的那一种，在那边算几小节几小节，真的是感觉就是唱过 pub 在比较老派的那一种。你讲话放尊重一点，要记住。不要这样，好了，这是蓝宝石的。第一组，请准备。来，我来 PK 嘉玲。哎呦。我们今天的造型呢是很棒。其实今天的 K 歌王应该改成呢，蓝宝石舞厅 K 歌大赛。哎，真的哎，今天每个人都 bling bling。果然你是，果然你是哪一组的？怎么说？很老派。一组来，嘉玲加油啦！好。哎，哎呦！我你巧西过。哎。袁浩二玩的歌究竟是什么歌呢？嘉玲加油了，好。哎，哎呦！我你巧西过。哎，印太慢了啦，袁浩。来，嘉玲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快乐鸟日子。不过这首歌呢，我们送给呢，如果刚好是他生日的话，希望你生日快乐，加油！对，尤其前面的观众有生日，对不对？是，请问怎么唱？秋都马蹄，听讲今仔日你生日啦，害我痛甲心肝煞来扑一个扑一个，雄雄不知要讲啥话，祝福你娶媳妇来做老公、做阿公，子孙满堂 ，Happy Birthday！ 啊哈哈嘿嘿。我祝你吃到2360岁，一起来 Happy Birthday！ 啊哈哈嘿嘿嘿！我祝你吃到2360岁，啊老弟老板上家做家做无疲劳，我讲无疲劳，万事如意万年富贵，那老弟。
前面的观众朋友今天生日的生日快乐哦！请家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哎，你的围兜兜不好插吧？算是刮伤哎。他这个刮伤。入界入界。你看，只有老派的才会注意到这些。好了，来，加油了哈！然后你请个这家管呢，你有换？我要不要看的呢？姐，我的。你看一下后面，你看一下后面。姐，跨姐，你暗器呢？哇，暗器了！我的鞋子有凶器之称。这个刚光看那个腰部一下，没有，还蛮年轻的哈。喂！好了，钟英姐，我再腰部一下。来，好来，紧接着这一题。快！哎呦！这是关大，请家管。来来，林道远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世界唯一的你。我就说嘛，今天胜算很大嘛，不错哦。那个，请问怎么唱？这个世界唯一的你，是我拥有的奇迹。对我说。不要乱说了，林道远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我现在 level 降到跟他 PK 啊？不会吧？什么叫降到？你不是只能跟道远 PK 吗？什么叫降到？喂，不是啦，因为我在这个节目，在这个单元是王牌，鬼牌啦，王牌。对啊，你真的是，你算是鬼牌哎！你看我今天，因为其实跟大部分我们以几率来算，有看我们这节目的人，只要跟你同队的胜算都很低哎。对对，真的，加油了哈！如果你今天连彤彤都 PK 不了，我看下礼拜每一集的来宾都要多发一个。喂，好来，够了 ，enough。彤彤加油啦！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。你看，轻而易举就把你给干掉了。但是这首歌我希望你要会唱好不好？为什么？这首歌我可以送给你，因为来，你快点说，快点说歌名。我怎么帮你说？你先叫我报歌名。好，请问这首歌歌名是什么？因为我是豆浆，你是油条。哦哟，你不要当油条。可是还是油条吧？没有，可是我觉得它不像豆浆，你像爸爸。可以想一下，水煎包。请问怎么唱？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，酱油条，要一起吃下去，味道才会是最好。你需要我的傻笑，我需要你的拥抱，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不会单调。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，吵吵闹。但始终也知道，只有你对我最好。豆浆离不开油条，让我爱你爱到老。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幸福美好。蔡晨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你们今天胜算很大，是不是？好吧。可是我之前跟艾辰同一组，他都没有唱到歌嘞。啊，为什么跟他同一组，都一下子就抢到了？你唱了两首，你还是怎样？你有所不知啊，其实我们今天有帮你配了一下。哦。因为你来一次是没有赢不行啊，我们这个算是最弱的。喂，人家也是八面歌手哎。谁辛苦？好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。是个高手哦，我告诉你。哇，不不，很多的眼泪心眼底星空啦，哎呀，眼泪星空，我自己造歌的哦。嘉玲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眼底星空。Yes，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请问怎么唱？眼底星空。
流星跌入手掌，我紧紧握着开口向上天祈求，愿你先找到温柔，有人包扎伤口也挡住寂寞，谢谢你陪我陪爱听雨追风。全方位，他真的都会唱哎。嘉义比我还好哎，他是假中带转，哎，我不相信，对，我不相信，我跟他，不然你们，你转一下，你转一下，不然你们，我不相信我是狼豪，同一句同一句就好了，就只要转好不好？转一下，最后那一句，有嘉义那句，有真音转嘉义那句，眼底星空，眼底星空，那段好了，那段，眼底星空。流星跌入手掌，我紧紧握着开口向上天祈求。OK， 到我。同一句哦，同一句哦，同一句。眼里星空，流星跌入手中，我紧紧握着它。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好听的，答对一件。我们已经唱三首了，对你们三首了不起啊！我们可以后来居上啊，对啊，反正那个你会跑得比我慢吧？啊，真的吗？因为你太多障碍了。其实他是擅长跑障碍赛，真的吗？哎呀，因为山猪在丛林里。哎呦，这招也不错啦！先挡住再说。你们在玩游戏哦。好差。钟英姐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苏良烈心瓜，你敢摘？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好老派哦，好老派哦，超老派的。对他讲的好有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很有氛围的感觉。对呀。哦哟，感觉是在吃商业午餐的时候。请问怎么唱？面在你对我无真爱，面在你对我真亏待，我犹原踮在真远的所在，用尽心为你等待又等待。面在你对我无真爱，面在你对我真亏待，我嘛是心甘情愿比你。一世人将情债全部害。哦，哎呦，厉害哦！他唱歌是内心戏的，你真的好听。钟英姐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紧接着下来，这题的题目是什么？哎呦，是哦。哦，有一零一的我不会。彤彤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。哦呦，我们那队队有蔡嘉玲，也有蔡依林啊。哎呦，对，蔡嘉玲，蔡依林，莎莎。那旁边这个是谁？他是蔡万林。真的分量很够。又来查查谁？彤彤，请问怎么唱？恋爱百分百，其实在意你的心。是理想标的，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着讯息，我的心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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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， 恋爱百分百，其实知道你的心，不得不相信幸福就在附近，有一点暧昧，偷偷懂自的开心，这个世界 love love love。 哦，是的，今天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元浩啊，干嘛啦？怎么来了不唱歌啊？有的，对，刚刚那两首歌我都会唱，只是眼底星空我想成眼泪星空，自己造造歌词。对，然后快乐鸟日子我想着 Happy Birthday， 反应要快一点，是，来，好不好？游云浩遇上克星蔡嘉玲，这回他能否唱到今天的第一首歌呢？要快一点，是，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，
哎呦，都不会。哎呦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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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也在想起来，嘿，对，没胡啊，够可惜。哎，裁判，让他一分啊！我想说，我这个如果用我的 key 唱完之后，我想用找一个可以用张雨生的 key 来唱。哎呦，那可能就是，那可能就是，那这样我会很累哦，这一集。没有说你，就是说我。那可能会是我啦。严浩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我的未来不是梦。请问怎么唱？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。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That's right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。不是梦，元浩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不是人说要唱原 key， 对啊，快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老师给他原 key 哦，原 key 哦，快给大家笑一下，快点。哎，你可以跟王第一次唱歌哎。我再高。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小春的感觉，哇！有没有感受到一件事情？哎呦，什么事？还是上不去。喂，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？哦，这首歌太经典了。林导演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杜德伟的《情人》。哎呦，请问怎么唱？我一个情人，爱却更多，虚情假意的话不说。My love， 只有一颗真心，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，尽在不言中。情人爱却更多，还是就要爱到最后。是你我真心越来越浓，最珍贵的感动藏在我心中。林导演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有谁没唱到的？没有，都有唱，好像都有唱到，还没唱到歌。有，还有唱那个啊，有啦，喜配啊。哦，对对，他唱到一首，后来我还说他有。出过片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唱到了太没有存在感。他不是你那一队的吗？他是我们的队友，请你尊重他。真的，唱得很，唱得非常好。紧接着这一题，哎呦，你难怪交不到女朋友你。我们不是在一起吗？哦，接完那句好干了。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这是一首很适合我唱的。哎呦，花田错。哎呦，请问怎么唱？花田里犯了错，说好过小钱忘掉。花田里犯了错，拥抱变成了煎熬。花田里。岁月的无聊，花田里犯了错，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。是由爱晨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
加油了，加油了啊！元浩队加油啊！来了，紧接着下来，各位这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？哦耶！快点！哎呀，这首你怎么会不会？对啊，你敢不会？这首我怎么？这首是那个哎，这首什么？那个台语界的国歌的呢？来，嘉玲，请告诉全国的观众朋友，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雅琪林星。请问怎么唱？有你的双手牵，也牵着我。坎坎坷坷的路，也会变好行。有你的心肝向，也向着我。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？听姐快上去就对。哎呦！我会，我会，我真的会。钟姐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给改人心。哦，哎呀，意境人生。请问怎么唱？铺垫的月改人心。不带上灿烂笑容，不带忧愁心情，我的声又在响起，心事暂时放不记，不愿别人来看见，做个你心酸的滋味。吃到心里的感觉，好听呢，好的。钟姐，恭喜你，好听的，答对 ，yes。是的，我们今天呢 ，KTV 所有的歌呢都已经唱完了。好，在这边呢，告诉两队今天的成绩。哎，好紧张哦，紧张啦。嘉玲来了四次，从来没有赢过。对啊，她是否可以获胜呢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统统队今天得到的是六分。元浩队。得到的是五分，都是你，耶！是的，大家听得到嘉玲好听的歌曲啦，但是也看到我们周姐除了演戏以外，个别的才艺，是唱歌也唱得非常的好，真的真的，希望两位能够常常来，好吗？是。那既然今天嘉玲他们赢了，好，最后 Andy 哥给你唱，谢谢。带来哪一首好听的歌曲？带来一首叫做《挺立告队》，好。欣赏蔡嘉玲带来的《挺立告地》，我一定挺立告地，小小失败算啥货，互相鼓励，真心人交陪，创出了你的本领，我一定挺立告地，成功最后是咱的，历尽沧桑，期待好。